今天吃点啥？今天吃青菜，咱们先收拾黄瓜吧，别做二手啊。黄瓜？不会的。OK。好了，黄瓜丝先加点盐，再加点味精。好了。再来点香油，多来点啊！没了，再加点，再加点，太少了。哎呀，真抠啊！然后咱们搅拌搅拌。你知道这黄瓜丝要干嘛用吗？不知道，放这么多香油还、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然后开火，然后来点小白菜，再来点菠菜，还有一张豆皮儿呢。切细细的丝儿，太粗了，再细。再细点儿，这样太粗了，再细就夹不起来了。好，拌好米了，快点吧。行，老乡，我们还不错。整体看着还不错啊。OK， 把豆腐丝放在豆腐丝里，不是黄瓜丝里，还有一块豆腐呢。吃得完吗？一大块。吃得完。哎，是不是我该戴个手套？自己家吃不用，你要给别人吃，你戴手套。我洗手。大把使劲抓吧，使劲捏，就跟小时候玩泥巴似的。哎，对，捏出那呱唧呱唧的声。哎呀，对，就这种声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小葱来喽。今天干活太利索，把小葱搁到豆腐里吧，一起玩白呀、你拿刀刮手不疼吗？不疼。听着夸夸跟刮猪毛似的。加点盐，加点味精，加香油吗？加，多加点，多加点。真没了。好吧，搅和搅和吧。真香。当然了，还有小葱的那种香味儿。葱香吗？那饼干都葱香味儿、对，就是葱香味儿，就那种小葱的那种香味。再来一点点生抽，这样色儿的话也不会太深。好了，小匀就行了，很简单，又简单又好吃，还减肥。关键是减肥，随便吃，吃饱了都不长肉，是吧？对。来点豆腐干，刚才这豆腐干叫我一脚给踩碎了。豆腐干，豆腐干，再来点香菜。越切越大，不带这么样的啊！小点，下意识的，这都是。哇，水开了，现在正好。切完了以后下面条。面条够吃吗？就看你们了，我不吃面条，我喝汤就行了。小拉面，丸子，拿俩鸡蛋，哟呵，这也够帅的，炒鸡蛋。然后你赶紧搅，赶紧搅，赶紧搅碎碎的。好了。然后把鸡蛋倒进来，这菜没见过吧？这我独创啊！怎么样？这个菜漂亮吧？真漂亮！这还不是成品呢、来搅一搅，搅匀了它，把黄瓜丝挑起来，又好吃又减肥。哎，你今儿做这都是减肥餐是吗？这不是这两天吃的多了吗？吃的多了以后，这不是体重一天五六斤的变化，倒也挺神奇。你今儿一气球，面里搁菜花，还有豆芽、金针菇。真丰富，还有豆腐干，豆腐干和豆腐泡。你知道这锅面里还差什么吗？还差什么呢？还差颜色。哦，叶儿，绿叶菜。等一会儿再放吧，来勺盐就 OK 了。好嘞。小白菜、菠菜下锅，在里面一分钟就好，一下就变漂亮。对，颜色丰富了，看着就好看了。再来两滴香油，最后加上香菜。OK 了，葱花蛋，好长时间没吃了，特爱吃这个。OK 了，切完了，切完了，这就切完了，都装盘里了。哟呵，摆这么漂亮，自己家吃摆这么漂亮干嘛呀？色香味俱全。来点蒜末。对于我来说无所谓，切的感觉乱七八糟的。加点蒜，哇塞，全到中间了啊！来，把姜末也加上吧。OK。葱花蛋，来点酱油吧。好了，再来一点香油就行了。被擅长倒一点儿，滴了几滴不够吗？我说没看着啊，正好四碗面。咦，减肥餐呢这是。伯伯，我要吃这些呀。这是葱花蛋。葱花蛋辣吗？不辣。这上面怎么有葱啊？那个可不是葱。有姜吗？你着急吃完要出去吗？你们约好几点？八点半。八点半啊，快吃吧。几点下去啊？八点半下去吧。哥哥不能喊跑。这来历是什么？吃面呗，菜呗。行，吃吧。别踩着我的脚了。看着跟你骗子。跟你一样好吃。是云南的女性出门的吗？餐厅上那有的写的屎鱼是啥意思？什么鱼？屎鱼就是创建，就是哪年创建的。是啊，是，不是死鱼。太辣了，我想成鱼了。妈妈吃的辣。鱼。妈妈
以为始祖鱼呢。尝个辣。什么辣呀？这个。那是蒜。那是蒜。嗯。我还是喜欢这个。这也太辣了。你看我吃了一个辣椒丁。嗯。表示那么辣。味儿都没了，就是泡我，泡我味儿都没了。前几天就是我在游乐场玩那个转转的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我飞了。飞了，真热闹，一会儿下去。一会儿我也下来了，怎么了？糖醋，嗯，糖醋。那可以吃的是金针菇。金针菇好像太长了，它嚼不断。你是在嚼吗？它嚼不断，咽不下去。我觉得饺子还可以吃点。对，今天那个明珠还挺好吃。世界虽然很大，但其实它在你的脑子里就很小，知道吗？为什么非洲和欧洲的国家都比较小，非洲还大一点？嗯，他们好多国家。妈妈刺牙了。欧洲很多国家。接着吃，吃完了，我去给你拿那鹦鹉。别往鹦鹉里。确实，我前几天看了新闻，就是英国女王宣布要退欧。脱欧。脱欧盟。对。英国有国王。女王就是国王。国王是你是找你们小哥们儿去？啊？我能跑得过来。连一说要出去玩，特着急。哇，你好漂亮哦！漂亮哦，尤其今儿那哪吒发型开了，我跟你说一下。你赶紧穿上外套，准备走了。你们都不吃了，就这么就走了？妈妈，快点，别吃了。吃饭都不让啊？你要别吃了。你们都准备好吗？准备好了。快去去。你准备好干嘛呀？哈哈，走，你换衣服呀。谁呀？嗯，我没吃完呢，你们都着急着急着急。我让他接着吃吧。那你们先走吧。好吧。兄弟，我吃肉买回鸭子。每次都是你最慢。快点！戴着手表了吗？对。慢慢吃吧，都跑急急忙忙的吃完了，都跑出去玩了。我来刷碗吧，再有五分钟我也下去玩去。OK 了，咱也下去玩会儿。哇，大柿子，还要一柿子。全给妹妹了，他拿了一个小桶嘛，然后那个半桶糖，然后全给了妹妹。哥，这个是谁给的？你还认识这些糖谁给的？哥，这个是谁给的？加大柿子五十。啊，太有意思了。这是我的一二三四五十二个。你是十二个，哥哥算个大柿子是五十个。哎，你们俩太厉害了。哎，一个豆豆，豆豆，这是豆豆。那个没有了，我就没走，别往远处走。找啊，家里肯定有。找不着啊。找不着。给我吃一些花生扎豆，吃。吃
吃了两个。只有两个啊？好吃吗？